这个行业 也是我爸爸传下来的，因为我当在我年轻的时候是帮他，就一直做到现在，不是讲兴趣啊，只是说我就是要把他的那个事业一直传下来。因为这个行业我已经做了40多年，一路来都是用传统的那个方式来磨刀，变成新，好像我要换那个新的科技啊，可能不习惯。传统的磨刀是这样，到哪来玻璃，你就要用那个砂轮，我们叫砂轮，去开它的封口，开了之后才用那个石头去磨它，就是两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就是那个刀跟它开的那个封口给它薄，薄了之后就用石头磨，那就利了。困难是没有什么困难了，因为我已经做习惯了，一路来都是这样一直做下去，好像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慢慢的解决了自己啊，就是这样。兴趣吧，因为这个行业我做了这么久了，一路来都是很顺利，所以就一直做下去啊。有啊，有些从几十年到现在有很多老顾客。家庭的，好像你们家里的刀啊，或者那些餐馆的刀啊，都有来。他的手艺好，手艺比较好。他手艺一路来有，差不多50年代的时候，他的爸爸传授给他的，差不多100多块啊。现在要有的好的，200多块都有。你买也要钱，磨。磨是可以用就不用买嘛，是吧？你剪刀的你用惯了，你不习惯买新的，你用惯了那把。因为他暴力磨的剪刀很好，很利。对，从他爸爸的时候不止10多年了，我们这边做就给他磨了20-30年了。他这边大概有做有几十年了，我们也是做几十年了。就是给他磨而已，一直给他磨了，别的地方很少给他磨，到时才看你，到时都不知道了。他现在还有帮人家磨吗？现在还有帮人家磨，他的女儿，现在他女儿，不过我们给他磨惯了，别人我们没有给他磨过，我们都不知道他用电还是用磨，是不是？不过现在磨刀的行业也是没有人要感兴趣，反正刀他们玻璃就是买新的，没有想到要去磨。因为本身磨刀的行业老实讲赚钱不多，如果你们年轻人教磨法的话，就是给你有的做你也做不到他的那个怎么讲，他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水准，明白吗？你每天磨一把刀才8块，你磨10把刀80块，80块在你们来讲根本是不够的，而且十把刀啊，要磨整天差不多，对吗？所以年轻人应该是不可以了，除非是怎么讲，尤其有没有这样多刀给你磨嘞，明白吗？不是说每天都有十把，不可能，有时候一天都没有几把，比较不稳。生活不，几十年后应该不会了，可能他们有发明一种机器啊，或者什么电脑啊，用电脑用科技来磨，不需要用手工，明白吗？那个时候又不同了，不一样了，时代不一样。